陆先生啊，也是。好，你好啦。好，你也搞，你家己也坐回来。在啊，在吊桥旁边啊。哦，现在光妹子。哦，对，其他的就不敢讲，其他那个太里面的我就不敢。哦，那个右坑比较麻烦了，这个跟那个南宁角比较方便。对啊，右坑就那个路就不好走。对，公路没到。那个快6点的时候，那个5点多那个公关室打电话，我有警察问，还怕你找不到。哦，我留我们那个另外那个主办那个楼，这边我就知道了啦，在吊桥旁边，因为之前陈正芳也在那边拍过啊。哦，那个陈先生是司机演的，对，系统修复站的。哦，有啊，我他 O B 上面有他，对，他就是开平行线的。哎，我知道，最近有时候会掉，所以他就常开平行线。今天刚好下雨啊。对啊，这个礼拜都会下。哎，我懂。今天好像还相对的，昨天还好一点。昨天那边有四架，雨很大。昨天有好几阵，好几阵是比较大。哦，对啊。因为这个第二孔跟第三孔都是这件工程里面最惨的。啊，长度最长，这两孔二三都是19.6米。嗯，所以平行线里面的跨距是最长的一段。对，一段就是这两孔。啊，平行桥的二三孔就最长。啊，所以当初设计这个天车的时候，也是以这个为至少要对至少要能够换掉这一个为主。那个现在这个钢梁的重量就大概32公吨，32公吨，加其他的合成整跟电板加起来大概37左右。37，对，所以它那个长度，这个天车长度也是用这个这两孔最长来设计就对了。哦。他现在就是慢慢把它往前推嘛。对，它要推进的。然后因为它等一下那个高差会差一点了，说那个。这个比较薄就没有那个问题，他等一下要下去的时候要慢慢把它救进去。那先拉过来这边要去接他吗？没有，他那个天车会重进，他会重进过来。那我们那边用那个换跟那个倒叉的普通搬运车配合嘛，然后他要挂点架以后，他会那个天车会纵向滑过来，然后慢推到后面，然后后面那边那个要挂够。截面的地方 OK 以后，他就会把它就定位。啊，就定位就是要放下就定位那个。它等于要多一个支点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比较麻烦。它等于你等一下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你要那边底下天车那边要再移，对不对？换支撑点。它移好就定位以后就不用再移了。只是放下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梁这个比较深嘛。所以它要放下的时候，那个天车上次换那个第三孔的时候。是用人工慢慢把它放下来。哦，你说它那个量的那个地方，它慢油压那个地方，它降低，它再放下来。你假如说降到底部嘛，你现在是不是现在降拉的高度有没有2米？从它底下那圆盘开始算，应该有，差不多，这大概2米。差不多，因为它这个比较深嘛，你假如说等一下那个天车把那个油压出来。就定位要放到底的肉，那个高差有差，就是你梁跟那个桥墩的基座，支撑面差一点点，有差的时候就要靠人工下去，四个那个铁链慢慢把它换下来。因为我们做第三种是因为这样的，这个高差的问题，它其他那个当时那个短的都没有那个问题，它天车就定位以后，它就慢慢把它换到。是因为这边的那个桥的设计的桥柱的，没有这两孔的那个高度比较高，你看这个都比较薄。它形式不一样啊，应该是说它桥的形式不一样。那除非你做梁的时候，这边就已经有把那个误差给设计在里面。有，它是照原来的啊，就照原来的。等于它有点像类似这样子，它底下的高度有点类似是，可能地形它这边的高度不一样，那你就刚好配合。这边比较窄，这边比较高。对，所以它原来的设计也都照原来的。哦。只是把旧的换成新的而已。那个右跟脚那个很漂亮，那鱼露版的、啊、也是仿它的，仿做跟原来一样。就是你的造型。对，都照原来一样。原来的造型外观，那你再加一些设计。
现代的工法不同的话，對對對對對，你按接的技术什么不一样的话，等一下，OK，以后你可以看，然后做新的部分都有那个假的那个铆钉，虽然没有那个石头。对啊，现在没有人在用铆的。对啊，那个西啊。对啊，比较快。所以它那个铆钉的部分就是装饰的。哦，就有那个铁桥的那种感觉。可是它那个是装饰。以前是真的铆的。对。可是现在没有人在铆，就是螺那个螺栓的。这个钢新的钢梁是哪？是乌日厂做的吗？还是不是外包的？那个高雄那边订的，然后再请他们那边的师傅过来配合组装。哦，就是把，可是你是照这个旧的设计图还在吗？还有留吗？还是说再来直接用？找不到了。那等于说你在？这以前不是我们台铁的啊。哦。他以前是台阳交给我们。对，那很久了。那等于说你后来是参照旧的去？那你的规格，你就变成你再重新设计，再重新测量。对。嗯。可是我看他，你现在新的桥梁旁边的那个人工的那个维修的，有把它考量进去吗？那维修不到了。对。有。对，以前旧的没办法，那新的要做就干脆。以前也有做，以前最早是没有做，后来我们考量人员了，有做。这个本来就做两侧的，那时候你已经拆掉了嘛？拆掉，就先期作业把它给拆掉了。对。那个当时就请那个通员护总队、钢梁队的人来做的。以前维修也是请他们。可是之前就是他们来维修的时候都有建议嘛，就是说你这个桥梁哦。因为我们这边那个雨下，对，比较潮湿，很多都锈蚀了。他是建议说要找金瑞，然后呢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金瑞，不然他那时候这个整个平行线整个换了多少钱啊？经费？我听他们那个主办公司讲，好像将近快1亿左右。他分两切两件嘛，五座桥，然后切两件工程。那等于今年暑假前会标，通通换完，工期。假如顺利的话，这个月就 OK 了。这个月 OK。部分有好几次 delay 了，对，不然本来我们是应该是5月、5月初就好了。哦。有时候很多因素啦，像这个肌肉，它等一下要做那个支撑面的部分，那个环氧树脂啊，遇到这个肌肉冷，然后下雨，这个都有影响，它处理的时间都有影响。比如它那材质做上去之后，要等它干，或者凝固，或者是那个最少要处理，最少要处理。因为你这样弄一弄，等一下5点半要开车就开出去了，你的时间不够了，对不对？六点半，哦，第一班十分出来了。对，他现在有在那个啦，不过我们来做那天给他换的时候，办大概2个半小时。你说他前一跨的，都第三跨。哦，那就变成第一班来不及了，来两班，来直接两班。两班。他用我们的公务车下去接驳。他现在是有启动那个外面的客运。可是我看之前是8点多嘛，现在变成6点多就封了，提早了。对，他前后都有延，本来是，8点半到5点，这是8个半小时，他现在是。晚上的6点半到隔天6点半，12个小时。哦，有多3个半小时。多一些比较好，要不然你这个时间太短了，因为时间压力。这个很多因素啊，有时候很多因素会那个。对。你像他今天为什么打那么久呢？他大概10点多就掉，就梁就掉开了。对。他就是那个桥墩面底下呢。以前做的时候有很多那个钢板那一类，他说好像做到支撑面就是取代钢筋啊，以前没有就是没有用钢筋嘛，还是钢丝网，所以他用那个钢板那一类来做那个支撑面，浇筑在里面，他要把那个支撑面把它打掉，他打掉打出来又遇到钢筋，就要用那个氧气乙酰把它烧掉，因为你那个高差要控制好啊，不然你等下钢轨衔接的时候。你假如低一点还有雨，高就没办法了。你低一点可以用不锈钢板来，铁轨还可以，对，还有机会。对，你高你不总不可能去磨铁轨啊？对啊，一定要打。宁愿低一点有那个空间让你去修，有那个异度可以。那那高了你降不下来，没办法，你就要把它再掉一次，然后再把它打，那个时间就 delay 了。对不对？你要把底下宁愿底下要把它磨到那个。
你下去的高度。那個、对，那个高层要掌控。嗯。很不错了，那现在一月十号开始掉，现在很多都慢慢改，就是把那个缺失把它改。可是你评估它这些旧的那个桥墩的状况怎么样？哦，桥墩重量是它有那个什么那个支撑，这个载重有增加。啊，当时我们也是有去考量到了，有去谈到。就这一垮那个。这个桥墩是什么时候做的？40几年吗？这个不止啊，不止，还是日本时代的，算不算？这个很早的，刚好像以前那个平行线开始有的时候就有了，对对对。那我们是当时是考，可是它里面有没有钢筋啊？应该没有，应该是没有，没有。像这个目前看应该是没有啊。其他那个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晚做那个六根桥，那不是六根桥，那个这个溪是什么溪？底下这一块这个溪，这个哦，啊，都做椭圆形的啦，就把水比较不会，所以基本上这边还不会像说什么一些台风来又泛滥，把它淹得很高啊，冲得很高。这边上游还好，哦，那边三貂岭那个隧道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前面那一座桥是。第三基隆的桥，那个就淹过。哦，之前啊，这个以前那力跟象神都没有，还好。这边是上游嘛？上游。哎，对，啊，然后你基隆河从那水到下面了，到下面的那边的，对，你的那个河流的水量，哎，就这边潮汐也有影响，都集中在那里了。对，潮汐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那个台风来都是那个大潮，它大潮就有涨潮、退潮。那你讲涨潮的时候，通洪道做好应该好一点。还没遇到像那个那力还是像那个雨量啊。对，因为那个是瞬间降雨量，而且那个山区这边都是山嘛，然后山区基隆的山区里面很多的支流把它水流到基隆，集中到一起，所以这边还算目前是还好。我在这边那么久，还没遇到说像那个象神跟那力那么大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只要它的构造。但这样子，你会再做一些桥墩，你还做一些加固吗？它是设计里面是没有啊。我们当时是我跟我们段长讲，说这个要去检查。啊，底下的桥墩，因为所有的桥只有这一座就是最久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个北桥牌，然后这 P1、P2 的桥墩有过而断，其他都没有。哦，其他都在岸上，对，跨区就过了，对，因为那。不是小溪已经很窄了嘛？还是说有的是那个野溪，然后没有遇到说像这个冰渡的桥墩经过过河段，这个桥墩应该要去检查，就是怕说以前呢有一些对有一些冲刷或者这样，你的强度有受到影响。你不晓得嘛？你不晓得，像我们那个不在这一届工人，最早那个纳力在那个不是这条线，这条线的。第二座桥墩，第二座桥，那个叫三爪子桥，那个就是纳力把那个桥墩冲垮掉。啊，那个以前还做过，下面是那个像这个砌石的，然后上面是混凝土的，那个是也冲断。我们后来就把它改建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要去检查那个桥墩的基础，那个是里面有掏空，后来我们就把那个两座的桥墩，通通把它包铁板。然后浇筑重围堰，然后浇筑水加固就对了。对，加固。那这个要用什么红外线是不是？还是用 X 光的？要冷下去啊，冷下去。所以我说你变成有点像人造 X 光的体检一样，就看它里面的构造的。哦，你这个讲到检查桥墩了啊，要用那个什么，那个叫红外线还是超音波？超音波探测。你要看你那个掏空，要用人下去量，就是人潜水下去量那个。看标识去看有没有里面有没有掏空，就基础的部分下不去了嘛？可以啊，底下已经是泥巴了。没有，可以啊，那个也是要从那边下去，然后潜水下去啊。哦，就是要用人工。它底下的桥，就底下还是有这样下来之后，你要看它底下是不是有变成这样子的话，很多以前那个河道这边只剩下看它这边看成没正常，你看底下是沙石全跑光变的，不晓得啊，变成。一根细细的。对啊。上次我刚跟你讲说那个三爪子桥那个下面就已经都有那个套房。只要你再不及时把它给保护的话，变成底下那个根基就不稳了。对啊。你再来一个大的就
可是我那台司机在上面看，他前面都有是那个原来的石头，大石头上面啊，应该不会说，就是底下至少没有南沙坝或者，对，就看这边的河流的那个，应该我看是那台上面看应该是海洋，可是也是要去检查。上次我们是有跟交通部他们那个采委员来看到。我们是说就比较保险一点，人工要下去看，就是先，既然已经换了，然后底下的状况也了解一下。因为你脚重增加，原来的脚没有那么重，原来是多少？原来应该那个长的应该旧的加起来应该包括单轨也应该20左右，应该差那么多。对，那你新的是刚才说三十，将近快一倍，快一倍了，快一倍了。所以我当时是，他我也还没讲，我们是有谈到，他是要去进行，就重点是这两个，没有这那个最这个第二个，对，就P2的桥墩啊，那个应该影响最大。那你这个是P2，你是干啥？这个在水中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讲其实是水中的那个，水中那个木林那个啊，对。它、这个在岸上、啊，还靠岸上、啊。另外一款那个也是96在上面了，所以在上面了、所以你真正会受水流冲刷或者对重点的那个。可是我是想说以前很好，这样做事情比较认真，那表比较好。他以前应该会有遇到岩板，应该会坐在岩板上打的，对，是可是以前的工法更没办法做成的话，现在也。对，所以我们看这个时间，有可能啊。因为其实对现在工人来说，特别早，两个换季。这两个交起来大概。就直接换了，我不要中间。四十，我就做一个。可以啊，这样就放过去就好了。因为这边是，只是我这边要这个。啊，这个也不错，对。它是这边是因为你车辆什么吊车什么比较多，进不来，对吧？不然在我们现在的。在那个比较高那个水电量，对啊，那一个很长，我记得都很长，好像可以做到100多吧，我记得目前的。那滑梯都很大、啊。六坑桥就不方便了，六坑桥走下去啊，就不方便了。